欢迎收看欧谢老频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做模型的老板姓谢老板。这次的作品很难得，不是委托物哦，是我的好友阿万 Studio 出品的纳罗辛哈 Watcher of the Death。原型制作是 Dr. Tracer， 高度大概约 18.5 公分高，零件数是27件，是一般的规模 cast 树脂材质。这次的作品在规模阶段幸好就很有感觉的一个模组，本来想制作成雪狮子的部分，然后结果就已经有人涂装了。谢老难得涂装非我抽的作品，所以不太希望跟别人一样。经过资料收集以后，运用了那个七彩斗鱼的配色，然后并赋予它电属性，然后配上了万代的特效零件搭配效果，我们就称为它为作弊套件。模组的部分是用 3D 成型制作的原厂模组，所以卡榫都非常的精准。虽然有几个进料口开的蛮机车的地方，但不是太大的问题。比较特别的是接合处都还蛮深的，就是初学者的话可以不用打桩，安心的服用。组装起来补土修饰以后，喷灰补土就已经很帅气咯。配色的部分，谢老先尝试头部的涂装，感受一下自己理想的配色是不是可行啊。狮头有角反而卡住我涂装的配色。鬃毛的部分用蓝黄紫变化做出神话感，但脚部本来想使用变色龙的涂装，不过感觉与生物感的差距太大，但是纯骨骼的配色又有些许的普通。纯骨骼的话就是像是象牙白之类的，所以最后做普通色底色刷金漆，有金属感，也比较内敛成熟，又不失王者的霸气风范。身体的部分在找资料时看到一只七彩斗鱼，超正脸的，所以就照它的颜色下去搭配，尾部也有许多纹理的变化，增加丰富性。就这样，这奇幻的配色就完成喽。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这个模组原模可以洽询 R1 Studio。需要涂装各式的 GK 也欢迎来跟谢老沟通想法跟配色哦。也希望大家支持台湾原创的 R1 Studio 最新的作品，资讯我会放在下面。然后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别忘记帮我们分享订阅哦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请按这边订阅。这边有我推荐的影片，有兴趣可以点进去看哦。如果你有模型代工或是制作上的问题，欢迎到 FB 粉丝团询问我哦。我是爱做模型的老百姓谢老板，感谢你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